玩手机之前视力太好了吗？教授，我看见了一个特别好笑的，就是有一个人说呢，治疗梦游症最好的方式就是放松心态。我找了几个笑话，我读给你听。有一天呢，张飞和关羽骑马出去玩，突然前面出现了一片悬崖，关羽玩得太开心，他没有看见，然后张飞就在后面大喊说，关羽你快乐吗？关羽说，哈哈哈哈，我很快乐呀。然后没有然后了呀。你觉得这个不好笑，那我给你再换一个啊。这是一个智力回答题，请问哈利波特一书中谁最有主见？教授，你不会没有看过哈利波特吧？哎，那你这童年也是在……赫敏，他学习最好。错，是伏地魔。因为呢，他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，因为他没有鼻子呀。嘿嘿，这个也不好笑吗？你要是真想让我心态放松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嘴巴闭上。啊。这个好笑吗？七年，我滚后面去！到之前不许再给我说一句话。内裤安全。